知道，一般非变异宠物最多只拥有四个技能。四个技能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今天我带大家挑战一下 N 技能的宠物，我们来看是谁呀？这个感觉凉了呀，骑到变异了，全新的六技能宠物，来，我们去试一下。我天，这叔叔一个顶八个。